那以下呢是我自己配卡的方式。那这个配卡方式，第一张我就是先把它们这个全部都把它的图案都放 V 四个，放这个 V 字形的这个图案。然后剩余的呢，就是这个原先就已经有了一杠的图案。那我一定要先放防线，防线就是要增加它的伤害。啊，它的伤害就增加了165发，然后分裂弹头多重射击，多加一层攻击力。第一箭没有射中，但是它多出来那个爬数据，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就会再给一次攻击，让敌人有非常大的伤害。那有重口径的话就用重口径，那我只有把它加到90发伤害，因为它还减了成。那还有零敏板机一定要放大，不然拉光速度那么慢，会全部就直接扫你。那再来就是暴击率跟暴击伤害一定要我尽量把它升到，应该说一定要把它升到这两张，Operator, the system 然后增加它的 needs you. 暴击 Will you 伤 begin 害，another mission? 只有加68，但是也。因为它还加了18的触发值，那剩余这一个，你可以就来放火属性的机枪，火属性的或者是雷属性也可以，是其他属性，无的属性也可以。